下哈，徐书记的话，我先了解一下，因为最近因为比赛之前听说你脚受伤了，那我们现在脚伤还好吗？目前脚伤已经恢复90%了，然后谢谢大家的关心，然后我会继续努力。是，谢谢你啊、哦，谢谢你为台湾的孩子努力，对不对？感动了，而且幸存这次破世界纪录，我们很想知道你当下的心情。其实当下是非常的激动，然后非常感动，因为毕竟。就回想过去所有的经历、挫折跟受伤，都是在那一刹那就变成甜美的果实。是。然后在赛后就收到非常非常多人的留言，就是谢谢，他们说谢谢你举起台湾，然后在这里谢谢大家。太感人了，真的举起了台湾，对不对？是啊，陈慧琳啊，最近已经开始走到这个教练的这个职位，对不对？哦，现在开始培育我们下一代的选手，心情怎么样？我觉得在让下一代更发光，就是我们的职责，所以这一个责任是更重大。是，我跟你讲啊，他们今天的三位呢，我们台湾之光是现在是走在路上。